震惊全球的九幺幺恐袭事件事件呢发生至今的二十年，这二十年间的国际社会积极反恐，但近来美国撤军阿富汗后，塔利班重新掌权，还有喀布尔机场的爆炸袭击等等，都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担心恐怖主义会重新抬头。 恐怖主义如果再次抬头，对我国的威胁有多大？我们早前就访问了南达拉惹勒南的国际研究院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国际中心的研究员杨耀任，听听他怎么说。初步来看，这个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已经有加剧了这个呃卡伊达跟伊斯兰国的冲突，就是亲呃卡伊达的组织会支持塔利班的。 呃，那个胜利，呃，可是呃，清伊斯兰国的组织就会已经提出了和这个胜利的合法性，在新加坡跟东南亚，他们这这个局象会怎么怎么显现出来，我们还在关注了。起初我们是呃会担心呃有一些独狼式的袭击，还有一些呃呃。呃 呃，家庭式的袭击，呃，这个家庭式的袭击是怎么回来的？就是在二零幺八年五月的时候，在 Surabaya，Indonesia，印尼有呃一个家庭用炸弹袭击政府还有平民的的地地区。这不只是一个印印尼的问题，这个也是在菲律宾有看到一些。根据内部安全局今年公布的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本地所面对的恐怖威胁呢，主要来自受。 网上暴力极端主义内容影响的自我激进化者，我们该如何应对自我激进化的问题？除了自我激进化，我国还面对哪些恐怖主义的威胁呢？现在因为有这个社交媒体，恐怖分子呢就用呃一些平台，像 Facebook、Telegram、Twitter 去招募新的恐怖分子。首先，我们呃需要知道呃这个资料是不是呃准确可信的。 呃，这个我们可以呃向有关当局调查。第二呢是要呃知道，如果看到我们的朋友跟亲戚们如果有呃发现到他们有比较暴力还是极端主义，我们要去呃警告有关当局。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繁荣国家，所以恐怖组织有可能在新加坡筹备资金来呃呃。呃 赞助他们的行动，呃，可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有一一些政策来避免这呃这些活动呃发生，呃，就是如果有一些非法资金去传传去国外，我们的政呃有一些政策来阻止。我也担心呃会有一些社会上的摩擦，呃。 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呃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宗教，不只是像呃伊斯兰的宗教，我们也有看到白人至上主义，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呃 Hindu 呃 extremism，还有一些呃 Buddhist extremism。所以呃我们最最好的防备就是要团结一致，这个就会避免呃这个恐怖主义呃分散在我们的呃国内。 全球反恐战争打了二十年，这些年来恐怖主义思想和形式出现了哪些改变？未来又可能出现哪些演变？对抗恐怖主义，我们又该如何调整反恐的策略呢？二十年来，呃，这个自从九幺幺事件过后，呃，恐怖分子有三个大的改变化，所以第一是科技方面，呃，因为他们这个。 大的科技呃公司已经在他们平台有追究这些，呃，还有删除他们的呃内容，所以恐怖分子已经转转型了，去在比较机密的呃平台呃去散发他们的呃消息。呃，第二呢是他们的呃极端组织有一些呃改变，所以他们的。 呃，basic 的呃组织就是用呃我们跟他们的这个概念去呃散发呃暴力。可是现在我们也有看到呃有其他的呃组织呃在用这个 basic 的概念来呃来散发这个暴力，这样的白白人至上组织。三呢是他们用的 tactics 会比较暴力，所以呃我们有看到自杀型。 呃，爆炸案我们也有看到全家自杀型的爆炸。呃，我们的政府跟内安局已经有一些政策来呃防备这些恐怖主义恐怖组织的呃行动。所以呃，第一，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是一个跨国的概念。所以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紧密的国际合作。呃，所以。 这个合作呢，我们是要呃对抗三个方面的合作，就是要呃有一个反恐融资的合作，有一个呃情报共享的合作，还有一个呃我们在内地要有一些社区参与的呃呃活动，呃这些政策呢就会把呃恐怖分子招兵买马的机会呃减少、嗯。谢谢杨兆润先生跟我们分享。 我国,国进入了新防疫阶段，但随着措施的放宽，病例也快速回弹，迈向与冠病共存的新常态。大家的生活习惯出现了哪些改变？稍后九五八城市频道的广播员齐齐、林轩以及明德将会上节目分享。别走开。